这个是电源开关，电源开关开起来之后呢，然后就按这个模式键切换成半自动或者全自动。这个是调节关末回末速度的，这个是硬头升降，硬头升降。然后呢，这个就启动就好了，在全自动的模式下面按启动。也可以半自动火，切换的半自动，按一下就硬一下。按一下硬一下，要么就踩下脚踏开关就可以了。